在全台湾已经有15家，所有的食材都来自云林，不只是我们生鲜的蔬果，包括我们的这个番茄，还有我们的凤梨，那甚至我们蔬菜通通是云林的哈，包括用小麦所做成的云感吐司，还有再加上现在最流行的植物肉哈，我想也符合所有的这 SDGs， 甚至符合 ESG 的哈，所以我支持乐林汉堡，一天都要吃乐林汉堡。我想云林县政府张立善张县长他们也特别对于云林的最好的农产品，然后制作精品之后，然后成为云林良品。而嘉义市我们也有认证嘉氏好店，而我们乐林汉堡就是集合了云林良品还有嘉氏好店，可以说是双品牌认证过的，可以说是最好最让人感动的食材。很感谢也有这样的机会，也很把握，希望能够透过两位首长的帮忙，能够让全台湾更多的消费者能够来品尝到这个最真实最美好的一个云林的产品，然后透过乐林的这个品牌来跟大家分享。